11年前，面对温瑞凡的偷吃，背弃了多年婚姻，现在这一句“我回不去了”成为了网络金句，流传至今。我可不可以请求你一件事，跟我离婚，可以吗？九哥绝对不会抛弃你的。戏中的男女主角温升豪还有隋唐，戏里一别，真的多年未合作，两人的人生不断再错过，直到今年有机会重新又在荧幕演出彼此的另一半。早在10月4号，温升豪就在脸书上抛出与前妻隋唐的合照，我是说戏里的前妻，上面写着瑞凡与安贞回得去了。直接跟着温升豪走一趟，然后下午他结束了南港的活动，就赶上三拍戏。在阳明山这栋看起来隐秘的豪宅，就是新戏《亲爱坏蛋》的拍摄现场。是说两个人家现在看来还有点乱，地上堆满书跟行李箱，于是书就成为了叹气。隋唐随手就拿起手上的书往温升豪位置丢过去，看这动作，我不确定两人是在调情还是在玩 gay， 剧情恐怕要等上映后才知道。不过暌违11年，犀利 CP 再合作，会再擦出什么样的火花？粉丝们应该都很期待。